哎呦我的妈！不让你出差，我这这主人要出差一个那个傻子。马东，马东咬他的屁股，太气了！哎呀，哎哎，马东，大黑出差嘞，大黑出去嘞，大黑去出差嘞，马东，啊，出差就两天就回来了，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不让他去啊？你没地儿咬了你啊，马东，傻子。你看他兴奋的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你这个神经病！哎呦我的妈！拜拜，小羊妈妈！神经病！马总，大黑对你放个屁，你就成这了啊？吓我呀！大概对你放个屁就成这了，看他大概在这无聊，对着那个马桶放了个屁，现在马桶就生气了，马桶，马桶生气了，马桶生气了，马桶，哎，衣服撕烂了，衣服撕烂了，哎呦，死经病。疯了，马腿也疯了，这俩疯子，干啥呀？不就对你放个屁吗？就成这了？啊？马桶你就生气了是不是？他说你的主人对你放个屁咋的了？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了啊！好了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。这是主人，主人傻了，主人疯了，神经！哎呦我的妈！笑死我了，快！你看你不能动，你要是一动是吧，他就 还咬你。哎呦，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，笑死我了，快！你再动，你再动，你再动，你再跑，你再跑，你再跑，看他是啥反应。马总，马总，你这个衣服穿得太薄了，马总不知道咬哪儿了。马桶说你经常给我放屁，哎呀笑死我了，快马桶，马桶你这家伙，你这不地道啊，你这啊，这主人对你放个屁你就发飙了是不是啊，你就生气了是不是啊，傻狗，这都不是事儿，放个屁又不臭啊，你天天放屁的对不对？哎呦笑死我了，快，哎呦不行了，你也累死了，你躺那歇会儿吧，你这怕，马总，神经病，神经病，马总，你可不能把他裤子给他脱了啊，脱裤子有点不文明。你看他特别想咬你的袖子，但是这个衣服袖子太小了，他咬不住。哎，大黑累死了，马总你也歇歇吧，乖。哎呦把我笑死了，刚才大黑在这玩呢，直接对着马桶放了个屁。本来就是说那个大黑跟马桶开玩笑说他出差呗，然后马桶就开始抱着他不让他走。结果呢大黑这个时候对着马桶放了个屁，彻底把他给弄崩溃了。